啊，所以这个是应化身，32相80种好。说若就报身，则有84000相。啊，这个是84000相，这是一句。那80种好呢？32相80种好，指80随性好，此亦就张六智身而言。啊，32相80种好啊，都是现的印度人所说的相好。啊，这个世俗间所说的相好，他统统具足了。如果讲报身，报身有84000相。报身有多少好呢？每一个相都有84000好。84000相，每一相有84000好。那么84000相一共有64亿1600万随性好。观经曰：“无量寿佛有84000相，一亿相各有84000随行好，就是随行好一共是64亿1600万。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如果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不是32相80种好啊，多少呢？84000相，64亿1600万随行好，是这样的身哎。世间没有比的，你想不想去？你要想去，3个条件：真心。真想去，老实念佛，你就去成了。